屏东万丹宫庙旁，两名穿红衣男子疑似为了钱的事情在吵架。个子较矮男子持水果刀讨钱，气氛紧张，旁边有热心民众英勇向前夺刀。一人压制红衣男，一人夺刀化解危机。远近赶来，持刀男已经离开。等下得啊，我等下多少个时间？等下安尼来，我就抽起来，我就杀落来，抽个掉落，我就抽开。啊，你人玩到无？不弄不弄不弄。这起发生在周二晚间9点多，屏东万丹宫庙旁的冲突，疑似债务纠纷，两名男子发生争执，甚至持刀。我欠你钱了吗？我不欠你啊，而且。持刀男声称对方向他借手机，账单寄来，赫然发现费用高达3000多块，向他追讨这笔钱，却装傻不理，但对方反驳说明这回事。现场民众见状，先安抚王男，并合力将水果刀夺下，随后两人离开现场，现场无人受伤。目前已将该刀具查扣。为了讨回3000多块电话费，男子跑到庙前持刀要挟，事后被制止，没人受伤。而警方也依妨害自由以及涉违法，将他送办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洪淑珠，屏东报道。